接下来是来新港乡，被比如为南港创新传承第一人的南港名家王心心，将要伫新港白鸡堂弹唱名人的诗词，日前也来到新港艺术高中，甲学生做伙进行交流。历经南管名家黄星星老师来到国立新港艺术高中举办校园示范讲座，伊伫学校甲全校的学生弹唱敬业诗，希望新港在地合主对传统南管音乐有进一步的认识。同时，伊嘛会伫咧10月17日到19日的暗时，伫咧培贵堂进行弹唱。28日的暗时，也阁现场直播，邀请大家做伙来感受南管音乐的魅力。最新新闻，李兆新港乡彩虹报道。这也代表着台湾迄阵非常艰苦、物资缺乏的时代，但是一碗鸡肉饭带来满满的幸福、满满的饱足。那这一碗鸡肉饭已经成为是我们庶民的美食，但是这样的美食带给大家已经成为嘉义的特色。所以嘉义火鸡肉饭、嘉义鸡肉饭可以说是在世界闻名的。那今天借由特展，我们把这个故事也运用了许多的科技，运用了许多每一个人的心得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想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碗不一样的给辣粉？